由支持分子发起的运动，第一次得到了举国的支持。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去推动它实现它。点燃起熊熊烈火，一发不可收拾。希望到来了。军阀要我死，我要中国生。 我们的使命将开始出发。这是中国历史的第一次，是无比珍贵的第一次，是极大人性的第一次。开天辟地，从无到有，彻底改变中国的人。 我们的使命将开始。